哪个函数是它的那个图形，然后先告诉你有 k 小于零，哦 k 小于零，那我告诉你这种题目怎么算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就耍就最大的剑招，你就假设 k 是多少，知道吗？负一，反正小于零嘛，你就写负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机械怎么办？把它做配方法就可以，所以得多少？配方法等于 x 平方减六 x， 然后减一，那请问你剩下多少？除以二的平方，你要加九，所以后面呢就减九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整理一下，变成是 x 减三的平方再减九，所以请问你顶点多少？顶点是不是三九？然后开口呢往上，好，开口都往上。好，请问你哪里是三九？哎，对不起，不是三九，三负十吧？对不对？那哪里是三负十？三的话是在右边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。然后负十的是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成绩最高，答案是选猪。OK， 哦，这一单选猪。